又淡了哟。各位好，我们现在开始上闭幕式，大家起立。起立。大家坐。各位同亲，大家午安。午安。欢喜，甲大家伫遮有这个缘分，伫遮见面。我今仔日要甲恁三天来上课的啊，甲他归纳起来，简单啊，让大家搁较清楚。第一就是讲，感谢大家来参加，因为有恁的参加，咱搁较有希望。大家为家己鼓掌一下。咱即马我要来讲较简单，三立啊，有甲咱报道，三立电视台真早以前来澳门有甲咱报道，咱台湾民政府，咱也足感谢伊，但是伊甲咱报道错误啦，是安怎错误？要予大家看者，咱来看三立的报道。一定等嘞，因为三立来甲咱采访的时，甲咱报道一摆尔就切掉去啊啦！伊讲讲，那报道较久的啊，真正。通过一点《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才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黄道言，所以才有这个旗子。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两年你会看得到。
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三新闻黄玉峰、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好，大家，我呢要放这个三立的报道。因为三立甲咱讲，咱这张新闻证是安怎？自己制造，一切都错误的报道。咱这张是美国制造，我伫只抗议三立报道不实。安尼，大家有信心嘛无啊？回去拜托大家，甲你的亲戚朋友讲，三立都安尼报道啊，你敢唔相信？你过来请一张，这个叫做啊，咱晶片啊，咱这有晶片的台湾啊。咱这张是台湾啊政府啊身份证，有晶片哦，所以这是美国制造。我即马要阁放一个啊，咱的同心啊去美国，用这张的情形，予大家清楚一下。啊，无咱即马阁拜托来。甲咱讲，秘书长，所有大家的兄弟姊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秘书长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姚夫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要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七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行，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腰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灰熊肝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二变成了五。难怪我们高沙子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有其他的啊，好了，现在。我要再强调这一份，因为发现很多其他啊流亡政府周边的或外围的单位的人员在模仿我们，在发公台湾身份证啊，他一张。500块、300块、100块也有，大家要记得，
告诉你的朋友，是晶片的台湾政府身份证。这个都是见证者，站在我上课的时候，也拜托他们用 ID 到美国去的现身说法，不是我在讲。雅虎他本身又是牧师，牧师可以乱讲吗？绝对不可能。所以要告诉大家，这一张是美国制造，拜托大家，美国要求我们41万份，政权要交给我们，要，所以大家未来你去问问你的亲戚朋友，你真的爱台�湾吗？请他花1000块证明你真的爱台湾，要不然都是假的啦。你跟他讲，没有叫你拿枪拿刀去革命，只要你去花1000块申请这一张美国制造晶片台湾身份证。希望大家回去拜托大家鼓吹一下，赶快来办。还没有上课以前有的同学来问我，办这个以后有什么好处兑换是怎么兑换法，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你现在花1000块，执政以后，我们花消费券5000块还给你。这个就是什么？因为你是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因为那么流亡政府，他们就是说，他们等于是他们叫做国军的那个建村啊，他们谁来的，他们就建村都有好处了那么后边军人啊什么都有好处了。那我们这个革命先行者也花5000块，这样的话啦，鼓励大家来办。还有什么好处？我要告诉大家，你拿这一张来换，以后执政以后，把它改为正台币，正台币啊！你有台湾政府身份证的，1块换1块等值的正台币。如果你没有，因为你是外国人，外国人早期他们来剥削我们，把我们4万换1块。现在你没有这张身份证，40万来换1块，公平正义一定要执行。希望大家要认清楚。有人在问我说，他是第二代的或是他原来来的，他也认同，认同台湾的人都可以来办这一张，那你是居民，那么居民可以享受相同的条件，但是
你到那期间还要再来换公民。你到国外去要去拿外国的公民，也是按照整个步骤，先居民开始，没有犯罪啊，表现不错啊，爱护这个地方，那再来改为公民，经过口试再来改公民。我们也是这样的，多依照大家有分一本红的那一本拿来看一看。我们那个就是台湾就是公民权利法案里面啊，就是这个规定。这个是参议院通过的，这里面啊来来去去跟美国啦来来去去的三次才定案，不是我们自己写的啊、哦。要给大家了解为什么要给发一本给大家看。好了，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啦，给大家稍微因为时间上啦有限啦，我们把它很快就看过哦，但是有重点的地方我还要换一个影片给大家看。这个我们先稍微提一下，那么罗荣光他怎么讲出卖台湾主权，那个马英九喊什么中国大陆是我国的领土，这大家也了解，这那个在骗啊，这就是骗骗，越来骗越很大啊！这和大家去思考哈啊！当然，咱去拜天皇啊，这个报道的东京的报道，中日新闻的报道，有和咱的报道会直接和大家知影啊！咱去参加。这个四季酒店哦，高伟切哥，在华盛顿 DC 哦，这那是底下的报纸也是有报道啊。当然，这都是啥？这是以前呢，做在台协会理事长伊咧讲啥？讲台湾的战略地位啦。咱要讲，伊我拢讲一半啦，我无清楚啦。甲咱比咱来遮读三工个，也较无清楚啦。实际上个正确个地位都讲袂出来，这就是讲咱来读了后才知影。咱高伟切贝四季饭店迄阵啊。国防部的官员就送我们这两张，讲这两张带给恁秘书长，咱就一个看秘书长讲台湾是美国占领，他还是美国有这个占领权，日本呢、住在这边呢、有他的怎么样？那个土地所有权嘛，咱去读册读三工，重点我就是遮啦。头拄啊，搁甲咱讲两句，这两句大家占领不能怎么样？要记得吼，占领。好，过来说流亡。那个流亡，安尼大家拢有这个要做啥心得啊？去到外口，台独大佬啊，什么人拢该讲起来啦？
因啊，甲恁讲，因啊讲啊，无法度接受讲啊，你搁去研究啊，搁去读迄个做啊，国际化、战争化啦，怎甲写落，何以无法度徛台啦？这都要予大家思考啊！我今仔就坐计程车来，我呐甲这计程计程车讲，讲我是一个退休的教授，咱是一个知识分子，啊，美国高等法院做安尼判断啦。啊！你要相信美国，还是要相信流亡政府？和恁家己去判断。咱三天内底，大家可能我有了解过，美国三权分立，法院就安尼规定啊，哪有可能够改变呢？所以，在第一期的日本精英班的上课，我也类似这样的讲法，请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高等法院这样判断？台湾啊，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是安怎？啊，咱台湾啊，无啊国际承认的政府，是安怎？啊，伫遮大家讲中华民国都来画送的，过来，人民要搁生活伫这个政治的联合，啊是安怎？大家拢足爱选举的啦，延长他的寿命啦，啊。大家若要来红选，选无到要干嘛疼嘞？选到猫较好康诶，选无到要一票30块塔呢啊！啊，政党要50块呢，爱个啥？个4年呢？预算个编4年好政党呢？啊，台联党原早都要花去啊！我即马台话出来话讲啊，爱学台联党一个机会啊，大家登票登台联党啊，台联党阁有50块，即马阁编挂几千万来用啊，民进党诶，以前要选主席，大家惊甲要死诶，要推过来推过去，即马有几下会好用，一年几下会好用。啊！即马要选出些几个啊？大家算看卖咧。顶期选当出些几个？甲算看卖咧。这拢是啥？即马拢在摸流氓政府的大腿。所以，予大家去想啦吼。台湾仍然在美军啊、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啊，这，高等法院的判官呢？什么骂娘啦，什么代志啦，吼、哦？啊，甲咱遮的怎总统就职啦？那美国的总统没有贺电，你无得就职啦。啊，变啊，第二次，安尼为了两粒清气，啊，国民党这边无爱好。啊，就职去当这个迄、那个选举委员会，买好打这个啥当选公告，会记得哦？大家伫遐拍个有啊无？啊，迄阵啊，拄啊夏新当 AIT 的理事主席，伊甲阿扁头讲，阿扁啊讲，啊，我都赢。啊！奈美国的贺电拢无来啦，夏新甲讲，
你张啊，广告爱赶紧打出来，好电就到。所以下心泄露美国的机密，马上换掉。安尼大家唔太清楚无？哎，那足奇怪咧，迄个甲边个足好个，安奈时间换掉去，这就是美国的作风是。不应当泄露机密，你泄露都搞坏掉。所以这种是啥？美国啊，政府啊，军事政府占领中。过来，美国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本土台湾人，就是咱叫做本土台湾人，诶，那是冤过啦，要协助冤过啦，这就是咩？要甲大家讲，大家爱注意啊！咱是原告，什么人去告啊？美国政府，咱林秘书长嘛，带咱228个去告。啊，伊是毋是原告？那其他什么人？莫去用煽动去，讲阮遮我是台湾政府。啊！阮遮我是台湾平民政府，迄拢毋是原告，原告就是咱现在啊，这个所在的人叫做原告，咱的秘书长去告，这爱知啊，因为真济要甲咱这个组织扭较慢的。伊遐阁设什么组织？什么组织来甲咱阁煽动？啊，讲啊，来吃阮吃的身份证啊，吃500块啦，阮吃吃100块啦。你要去印迄纸壳币的啊？袂？你若伊若讲100块、500块，你甲讲有芯片啊无啊？啊，若无，迄无效啦。大家转去。爱去甲咱的朋友讲，啊，咱看较紧吼，啊，看较紧，这最近的啦，这可能大家我凡是知影，啊，伊这是啊，这个讲民主政府啦，讲都爱咱啊，鼓励讲啊，平明敏教授甲谢中庭啊，甲咱秘书长啦，啊，因讲要早去看法度计。因三个啊，平教授、甲谢长廷，拢甲咱了做啥？林秘书长拢熟悉，随时来使见面。啊，这是因此政府这篇的报道啊。啊，实际上，伊是啥？民进党的一个，要做因此政府，伊安尼咧报道啦。啊，大家会使调去看。啊，这就是啥？咱那一定啊，咱也是讲美国讲啊，恁该讲，伊阁讲安怎咧？讲谢长廷有500万票啦。小英有偌济啊？600万，他600多万票嘛吼，600万。我要甲讲一个秘密，予大家知啊。即大家有诶拢唔知啊！小英要选总统以前，那走去美国去，美国人甲大家同款，送伊一支啥？去美国，美国送伊一支啥？美国国旗嘛。恁大家有摕一支美国国旗啊无？国甲交代。讲转去啊，都爱甲台湾民政府联络啦。伊要来无？有，伊甲咱讲因的智库6个要来，叫咱去予因请去台北。秘书长。特别国家讲，
拜你啊，十点你就要时间播出来啊。因要来，咱讲来咱家啦，咱要请伊。啊，到尾安怎？到尾无来啦，无来安怎讲？讲台独大佬反对啦。你看，民进党应该因足清楚。美国拢叫伊来爱甲咱讲，伊无爱来。即马谢长廷想要争取一下，伊讲600万的都无要来啊。即马啊，美国叫伊来，伊都唔来啊。啊，即马啊，这个500万的啊，来造成一个风气。啊，看有伊要发头来甲咱讲啊无？我伫车转去，你那民进党的朋友。拢叫伊来受训啦，以后才有法度去讲啦。啊，无咱一定接受美国的指示。所以这段也要让大家知啊，这你看三军拢拆了了，好啊，这那是什么？好。记得这咱常用的嘛，这个是这上大台的嘛。你看美国啊，这是啥？吼、哦，类似这些啊，啊这千一化的话啊，都共军啊，国军就是中国军啦 啊，所以讲这拢唔是，这拢是报道啦啊，这拢啊，好大家看一下吼，好一个看一下就好。好了解一下吼，这也不是啊，头拄啊是啊，我咧讲的哦。大家先看卖，是哪安怎会安呢？三军司令部撤掉，啊，宪兵司令部撤掉，联勤司令部跟后勤司令部也撤掉，啊，武器 logo 也把它划掉。是安怎安呢？大家知啊，亚洲有啊，知啊，唔知啊？知啊人啊，快紧，我来补充啦吼，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我啊3:30一定结束。咱秘书长甲美国讲，恁美国，恁家己讲，恐怖分子有3个条件：第一，不是国家；第二，有武器；第三，在当地征兵。流亡政府都啊，恁讲的恐怖分子啦，安尼大家有清楚无？有。啊，这安怎？美国讲啊，安尼歹势吼，这logo拢爱提掉，恁袂使有武器呀、啊。啊，恁不是国家，世界拢承认恁不是国家嘛？啊，恁武器哦，啊，擦擦开。安尼清楚无？搁刷落安怎？不要当兵了啦！你看，吼、哦，后勤司令部拆掉，这种，吼、哦，啊无这段会杀了，过来放给大家看一下。这不是我的哦，金门啊，要撤军啊，我们那个阿胆啊，两个。那个导演要撤进这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我来。稍等一下。好。接着一下，要告诉大家，美国还是接受我们的抗议去执行了、啊。
今天的军事话题，媒体报道，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针对有前线中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日胆岛等群岛，为了要发展观光，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支撑的金门大胆岛、二胆岛等群岛，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撤军基本上来讲，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我们开放他，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而不是把军队撤掉。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从大二胆撤军，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立委说，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但大胆岛、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小岛的价值啊，其实不是在军事上，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他们晚上都不好睡，啊，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会直接上岛，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金门大胆岛、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新唐人亚特电视陈文模成真，台湾台北报道。好来，安尼大家有清楚啊？无清楚？金门甲马祖，美国啊，你要去签证，你那是住伫金门的甲马祖的，你爱选啥？中国人。唔是住伫本土台湾的，你来住伫金门干嘛做？迄是因的土地，啊，这都足明显啊！啊，这家己去想啊！大家爱有智慧，家己去想是安怎？啊，咱甲国讲啊，因就是做啊恐怖分子嘛。啊！恐怖分子，恁爱去甲咱处理这里啊！啊，美国直直咧甲咱处理，咱敢有法度伊？咱无法度伊啦，美国去处理啦。来，要搁甲大家搁讲哦。啊，这歹讲吼，啊，这咱也知啊吼，这拢知啊。哦，这咱拢知啊，咧讲历史个拢知啊吼。这走好吼。咱4月1号，伊甲咱讲啥？愚人节啦，什么愚人节？我都咧想讲啊，伊要抹黑啦，叫做哦，浙江公布的拢是假啦，讲愚人节啦，啊，实际上4月1号，日本天皇啊宣布诏书，是安那4月7日。日本的会计制度的年度开始啊，是4月7日啊，4月7日甲第二年3月31日，因的会计年度，所以4月7日，所以讲这就是日本甲台湾是永久不可以分割的领土。我边啊证明，慢慢啊确定啊，互恁看恁就知。你甲咱骗啊！骗讲啊，光复啦，爱挂啊，因来接收，讲啊做光复啦，这几啊啊，大家看英国的啊，加连白美国的加苏联的吼，咱过来看，你看这讲什么光复节啦，吼，那挂美国国旗，这拢挂面顶拢挂美国国旗，干那这两个挂加连白的尔。是哪会安尼？较悬拢挂美国国旗，美国占领嘛？啊，大家去思考啊，这个问题啊，这拢看看啥？你知？看以前的照片去取得的资料，
最近啦，无几工前啦，十月二七啦，这个啊，这个讲的院士啦，所谓院士，咱叫做诶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伫遮咧回啊，咧破除这个啥光复节神话啦，中山堂前啦升的啊啊台湾旗啦，这是啥？伊讲迄阵啊。迄阵啊，是挂什么旗？甲咱头拄啊，迄张的照片有同款啊无？中山堂遐啥？英国的、日本政府的、美国的、苏联的，哦，咱甲看卖咧，这啥？英国的、日本政府的、美国的啥？苏联的，安尼，伊中央院士呢？但是伊无来受训，佫刷落唔知安怎行，大家都唔知啊。因一寡遐民嘴啊，干呐话啥？爱团结啦，爱大家合作啦，大家来拼啦。你唔着讲来参加啊，民政府的受训啦，安尼才对啦。佫来签身份证啦。这叫法度，把流亡政府给赶出去。美国跟咱讲，军队因来控制，警察叫人来处理。当然，这咱一步一步直直做。啊，咱就知影讲，咱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咱去拜。靖国神社是安怎？那跟咱无关系。咱以前39,100个的英灵，会去祭日本的靖国神社。你安尼去想就好啊。如果你若有读册，足简单嘛。迄阵啊，咱拢是日本人嘛。唔只会死去，甲你徛下去，啊无你免啦徛下去，足简单啊！你看咱去拜天皇，天皇偌欢喜咧。头拄啊，秘书长嘛讲过啊，较早第一期的去啊，啊，咱甲咱这个旗啊，甲咱这个旗啊，拢甲你擦红的啦，规个拢甲你擦红的啦。咱甲抗议了后，这回第二回啊，无甲咱插红的啦。所以，这支旗啊破纪录，咱两年前去的时啊，入去皇宫啦，从来因干那一种旗啊，干一支旗啊尔啦，无咱这款旗啊入去啦。安尼证明什么？日本天皇啊，足清楚啊啦，所以大家爱了解，这要阁予大家较清楚咧。以前啊，也袂做啊总书记的习近平，伊安怎透过美国安排，伊去外务省计安排，伊讲啊，歹势，阮外务省。要拜甲天皇见面，爱半年前啦。啊，歹势，阮无法度。怎啊？习近平透过美国，去安排甲日本天皇见面。啊，日本天皇有介见面。见面的时，伊甲讲，中国经济都较好过啊，无阮来甲你买台湾啦。啊！伊安怎讲？伊讲，阮祖先啊，甲即嘛，拢无咧卖物件的啦。安尼啊，讲无二十分就再见啦。这就证明什么？战争。安那，咱头拄啊咧学习，占领不得安那。
渔船主权啊，你安怎来拍？渔船主权还是日本的，用买卖的可以不可以？用买卖的契约打好了，多少钱买卖是可以的？安尼你知影无？买卖会杀你啊？有拍契约啊？啊，那敢用小台，无可能啊！安尼大家清楚啊？无清楚？过来看，这套慢慢啊咧证实啦。以前啊，以前啊，我咧讲吼，以这个高峰会议啦，中日韩高峰会议啦，钓鱼台啊，以这个首相遐好大胆，讲钓鱼台啊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啦，啊，温家宝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啦，那也差遐济。以前啊，朱镕基啊，咧做的时啊，迄阵啊，伫迄个叫做电视头，电视的上国的观察部，台湾是我们不可分割的领土，安尼话。即马中国加安尼话唔，因讲啥？核心利益啦。伊讲，伊那个产出农资安尼发，讲啊，恁遮拢无，这个叫做啊，国际法的观念啊，无了解战争法、战争法的观念，佫无了解旧金山和平条约，你讲啥？安尼要去用笑死的，这拢显现出来，予大家。了解这里，啊，这那讲过啊吼，伊伫南京已经迄个要做啥？迄个新厝牌啊，伫遮啦吼。这两边予人难思考，哪会出来这张？这里吼，咱要想你啦，挂的旗子为何？跟中华民国的旗帜不同，要让大家去思考，大家去想啦。因讲吼，甲美国讲，阮阿伯啊，我要做民政府，要用这句啊。安尼大家清楚无？印度唔是本土台湾人。啊，个流亡政府不得怎么样？就地合法，因想要讲安尼，我迄支旗也无爱用啊。即嘛换即支安尼好啊，唔好？大家比较看卖咧。安尼是毋是一直显现出来？所以大家开钱来吃。三天有这个价值啊无啊？因为这拢是事实，唔是我去黑白讲。吼、哦，这安尼，这美国拢甲中国讲好啊。你那阿伯也无这个台湾身份证的，要来吃啦，要来这个啊啊。平潭岛了啊！咱赶紧来甲办一个平潭岛的影片，予人予你大家看一下。来，平潭岛直接开往台北港的全新客轮，今天上午举行试航，预计在明年初就能够正式通航了。到时候从台北搭船到福州的时间将能够缩短到五个小时以内。彩带跟热闹的鼓声中，航行于台中、平潭之间的海峡号客轮庆祝通航满周年。除了福建台商成为幸运儿，海峡号的第十万名旅客。不过在平潭码头的另一边，这艘丽娜轮才是今天的主角，因为随后它将第一次直接开往台北港。人大几号啊？这是我们盼望的，希望能够这个时间能开通。我们预计可能会突破30万人次。
尺寸比姐妹船海峡号大上一截，全新的利纳轮不但载客量高达800人，还可以同时运送335辆小汽车。根据业者计算，以这艘船36海里的时速，从台北开到平潭只需要3个小时，再转陆路运输总。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大家爱去翕相，所以这要甲大家讲，证明是啥物？因要转去啊啦。平潭拢甲伊传好啊啦，叫恁若无清洗门前，下摆去带平潭啦。啊，安尼就好。啊，感谢大家来。啊，咱今日讲到这，下课。各位校员，请起。今日，各位校员，请把迄个椅啊吼，麻烦放去桌仔顶。麻烦将椅子吼放到桌子上。啊，行李先卖款吼，先去一楼的大门口遐翕相吼。行李先别收，先去一楼的门口那边拍照，因为拍照一下子就结束了。好，先去拍照，谢谢。